罐子拿鱼竿抓着。在水库里面钓鱼，然后看到有三个小孩在那耍的时候没怎么注意，等了一会儿呢，就突然听到有个人在叫，应该是他妹妹，然后就看到他落水了，抓紧时间跑过去。十一二岁吧，水库它是一个斜坡的那种，然后他游不上来嘛，越游的话越往后面，我们几个都不会游。当时就我跟我老婆、我小孩还有我干妈，附近也没有别人嘛，当时浑身都湿透了嘛，然后就赶紧让他回家洗热水澡，谁见到都要救的。